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祝你好运第37集的播出，我是主持人杨琼怡。节目一开始，首先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欢迎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副院长陈昭文陈医师，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国肥胖研究学会肥胖科的专科医师。陈医师您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陈医师一起来跟观众朋友谈一谈这个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陈医师的个人档案。陈昭文医师，资历博元妇产科副院长，中华民国肥胖研究学会肥胖症专科医师，马偕医院最佳论文妇产科医师，不孕症著作3本，赴瑞士、加拿大发表不孕症论文，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霍恩诊所受训，新加坡试管婴儿受训。现在的人哦，不仅只是这个女生怕胖哦，男生其实也非常注意身材。那么一些这个欧丽莎、欧巴桑啊，有的很害怕说自己啊身材这样变形了很难看了。对。那更我觉得更夸张的是，现在有一些小孩啊都被养的肥肥胖胖的，不是白白胖胖，是肥肥胖胖的。所以小孩子其实也有这种肥胖的问题哦。那么在这个就是大家听到胖都为之色变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哦，到底我们对这个肥胖的认知正不正确呢？我想先来请教一下陈医师，就是一般人我们对肥胖的概念哦，大概都是怎么样的？我想大部分的人，当你问他说，哎，这个肥胖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大家就会想说，哎啊，就是体重比较重。可能就是你家里的体重机，也许你本来破百了啊什么的。对，也就是说，也许你本来17、18岁的时候，你的体重也许一直都维持在40几公斤哈，那就突然间过了破了三十大关呢，进入所谓的30年世代的时候，是突然间发现说，糟糕，我的体重机怎么一量上去变成50几了？增加，然后就开始觉得有压力，或者是说，以前我这个牛仔裤怎么穿不下去了，裤子啊，一些裙子啊什么的，越来越紧这样子，对对对，甚至到穿不下这样地步。对对对，所以大部分一般的民众，我想可能对于肥胖的大概观念，大概就仅止于此。是，或者是说啊，就是形容这个人啊，看起来肥肥啊，大块大块啊，或者是这个身上麻骨啦斩啊，对对对，还是说有一个这个留意痘啊，这种之类的，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哦。对，没有错。在这个医学上来讲的话，到底肥胖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我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幻灯片哈。好，我想大部分人对于所谓肥胖，我想大概就是说，如果像这样子一个人站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大概就脑子就想说啊，这个病人就是很胖的病人。对，就大口哎。但是到底这个所谓的胖，它实际上在医学上它的意义是在哪里？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哈。我们把这个人体做了一个扫描，是。那我们注意一下，看这张扫描图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哈？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相当肥胖的一个患者，他的 BMI 高达40.3，是属于相当病态的肥胖哈。那我们要看的重点在这里，就是我们注意一下，看他的全身哈，在他的皮肤下面哈，就是在那个皮肤跟肌肉的中间，我们有没有看到那种白色的白色的影子在那里？对，厚厚的一层，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油。油哈，就是我们的皮下脂肪。你看全身的皮下脂肪都变得很厚，那再加上还有他的肠胃，我们注意一下他的肚子、腹腔里面，在腹腔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白？等下干啦咯，和油啊嘞包起来，像包着。厚厚的一层白的部分都是油，对，白色的部分就是油。那除了这个部分呀，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的肝脏。肝脏本身，肝细胞它也会被这些所谓的脂肪所浸润，就出现我们医学上所谓称为的脂肪肝。就是一个刮包油的地方，刮包油，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医学上来讲，我们所认定的肥胖症并不是单纯就是说你的体重比较重，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像有一些健美先生，他们练肌肉的那种所谓的 muscle 是肌肉都一块一块的，肌肉男那一种的，那一种的他其实他真的量体重，他体重其实是相当重的可能超出我们所
谓的理想体重的这个这个数字。像有一些运动员可能也是，对对对、哦、譬如说像有一些人种，比如像爱斯基摩人、嗯、爱斯基摩人他们在他们必须当然必须要耗费很，因为他们还是最主要还是以狩猎为主，所以他们通常都需要耗费很大的这个力气、嗯、所以他们也是练就了一身这种肌肉肌肉出来，对，所以他们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短小精干但是是壮壮的壮壮的，对、嗯、那像这种壮壮的体格基本上来讲他的体重可能都会超出我们所谓的理想体重，是，但事实上我们不会觉得它胖，为什么、嗯、因为它增加了这个重量了，并不是脂肪组织，它是因为肌肉发达、uh-huh、所以让它的体重数字 变高了，所以这个肌肉跟这个脂肪组织是、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当我们在探讨肥胖的问题是、嗯、不仅仅是看你体重计上的这个数字、嗯、哼，其实重要就是看我们的体脂肪，也就是说、哦，就肥胖这个病症来讲，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肥胖组织它的脂肪堆积太多了，就是肥胖组织太多了，对的、嗯、就是你的体脂肪比例是、哦、超出正常值了，嗯哼，那这个才是我们要正确了解这个肥胖它的真正的本质，是就是它这个而不是只有在于这个几公斤几公斤这个体重，对对对对，那为什么我要很强调这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说我想很多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在会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介绍一些所谓的坊间的一些所谓的减肥偏方或者是减肥的方法、嗯、那你刚开始你使用上来讲，也许你会突然间发现说，哦，我体重真的一个礼拜我降了好几公斤，是你可能会觉得很满意但事实上你减掉了那个却不是脂肪、哦、你减掉的可能是水分、嗯、可能是你的肌肉就是你的蛋白质、嗯、哼，所以要打破这个数字的迷思，是，所以这个体重哦少几公斤或多几公斤，其实跟我们所认知的这肥胖其实不等于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对，我们是要去看我们的体脂肪，就是去看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脂肪的组织，对，是不是已经超出我们所需要的了，对对、哦、所以相对来讲当我们在谈减重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重点放在说、嗯、我们要减去的是我们的脂肪而不是减去我们的肌肉，嗯哼哼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是，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哦。减重呢就是要减掉我们身体的脂肪，把这些油去掉哦。是、嗯、那不是说把我们身体原本哦真的很结实的肌肉哦弄到这个变成瘦巴巴，这样也不是很好的，对对、嗯、对 对。那这边哦谈到这个所谓脂肪组织哦、嗯、这个脂肪组织到底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处呢、嗯、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的人体内呢、嗯、对，当然我们要了解是说我们所有人体所有的结构哈都是经过千万年演化所出现的，所以所有的东西对我们人体一定有它的作用，是，所以我们不能把脂肪组织当作是好像是什么什么很糟糕的东西啦，然后你就说、嗯、哦什么都我们最好不要，最好身上一点点脂肪都没有，是，这是不可以的、哦、因为脂肪组织的有它的重要性，是、哦、它有什么样的用处呢、嗯、它其实它对我们人体来讲，我们最主要有三大作用哈，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能量的储藏仓库，是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哈，分成有热量跟没有热量，就是有热量就是说，我们吃进去这个东西就是要提供我们日常活动所要耗费的能量，是，那这种有热量的营养素呢，最主要是三大类，就是蛋白质、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就是像米啊饭米饭啊面包啦、啊、面食这种、哦、碳水化合物，那再来就是脂肪、哦、那所以譬如说我们吃当我们的食物里面、哦、譬如说我们有吃面、哦、比如说你吃一碗牛肉米、哦、牛肉米来面米就是碳水化合物，牛肉就是蛋白质，但是牛肉来面有油啊、哦、对不对，油就是脂肪对、嗯、那这三种提供我们热量的营养素来讲呢、哦，碳水化合物呢，它每一公克的碳水化合物燃烧所产生的热能呢是四大卡，嗯哼，蛋白质也是一公克的蛋白质燃烧的产生的热能也是四大卡，但是脂肪呢，它每一公克脂肪燃烧它所产生的能量呢高达九大卡哦。那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人类要选择脂肪作为我们的能量储存库呢、嗯、哼哼，因为它最有效率，是，它可以提供给我们最大的能量，对对对、嗯、所以这个不是坏的东西，它有它的功能在，是，那我刚刚讲这是第一个功能，提供我们的能量，当然因为我们要讲说
古时候的人类，譬如说在冰原时期的人类，他可能今天吃了一顿，下一顿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才吃得到，在哪里啊，对，所以他就需要努力的储存这个能量在身上，嗯，是，所以必须要有这种脂肪组织。譬如说像讲，我常常就说，哎，像那个北像那个熊哈，我们知道，uh-huh. 大自然界有生物有那种要冬眠的动物，对不对？对，像熊哈，像熊它。它在冬天来临之前，春天、夏天、秋天，它要拼命的吃东西，一直吃，一直吃，就是要让它的脂肪储存脂肪囤积起来，对，先囤积起来，对，它的脂肪一定要囤积到一个适当的量，哈，它才有办法去冬眠。嗯 哼因为它冬眠就不完全不吃不喝，然后就完全静止了，就是靠它囤积起来的那些脂肪去消耗。对对对，所以当一只熊，哦，它从冬眠醒过来以后，它的脂肪就消耗的差不多了，又要开始去找吃的，对，又开始大吃的，哦，所以我在讲说，脂肪是很好的能量来源。是。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皮下脂肪。刚刚我们看到那张扫描图，我们的皮下脂肪哈，皮下脂肪对我们人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绝缘体。嗯，就是说，当我们外面的空气外围的环境如果温度很低的时候，嗯哼，那这个绝缘体它可以帮我们保护住我们的体温，让我们的体温不至于流失。嗯哼，所以我们是恒温的动物。诶，那所以说像有人说啊，比较胖的人比较不怕冷，这是有道理的吗？对，算是有道理，因为它这一层比较厚，脂肪比较厚。对对 对, 对，没有错。嗯，所以这个是，所以有人说，譬如说有人说，哎，据听说在如果说到高山上遇到一些就是一些事情的时候啦，嗯，女生都会比较容易存活。为什么？因为女生的身上脂肪比男生多啊。真的，据说啦，这也是也是据说哈。来，是。那它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说，嗯，我们刚刚看到它在这个脏器跟脏器之间，在我们的肠子外面都有一层油，哦，一层脂肪，嗯，那还有包括我们的大网，我们的网膜，哦，网膜也都上面都是布满了脂肪，嗯，脂肪这个脂肪细胞。为什么呢？就是它就是要让我们在我们每个肠子跟肠子之间呢，它有一个cushion，哦，就是它可以减少这个摩擦的力量，哦，也是等于保护我们的脏器就对了。对对对，哦，所以脂肪基本上它有这三大功能。那但是后来竟然又有很多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发现说，脂肪组织本身可能也是我们体内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因为脂肪组织它会制造出一些目前还不是很了解的一些荷尔蒙，嗯哼，那会跟我们身体其他的荷尔蒙交互作用，是来产生一种恒定的情况，嗯哼，所以还有很多脂肪组织，还有可能还有很多的学问等待着我们去探讨，还没有被发现的。对对对。哦，所以这个脂肪说起来也不是说完全是不好的东西。对对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幻灯片。好，讲了这么半天，大家都不知道脂肪组织长什么样子。是，来，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脂肪组织的切片。我们看到那个中间那个白白一个空一个几康几康哎哈，那个里面就都是油。哦，哎，那我们人体当中呢，大概在脂肪组所有的脂肪组织加起来，大概有250到300亿的脂肪细胞。哇，算亿的哟！啊，对对对，这么多，很多，嗯，对，很多很多。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好，那这些脂肪细胞，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一个一个的细胞哈，是你看到那个脂肪细胞里面呢，它绝大部分呢都是被这种脂肪，就是它就是囤积脂肪嘛，它就是储存脂肪嘛，哈，是，它就储存这个脂肪。那这个脂肪呢，90%以上呢是一种叫做三酸甘油脂的一种中性脂肪。嗯哼，那这个脂肪储存起来的话呢，你看，当我们如果说你储存的脂肪越多的话呢，它这个脂肪细胞就会越胀越大，越胀越大。哦，就好像那种海绵吸水一样，会膨胀。对，它里面事实上它里面可以放很多，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我们比较瘦的时候，我们的脂肪细胞就会比较小，哦，里面的脂肪就会比较小少一点。嗯哼，当我们脂肪比较胖的时候，我们的脂肪细胞里面的油脂就会量就会增加，它就会变得比较胖一点。哦，是。所以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哈，我们人类的脂肪细胞呢，大概是从1岁到青少年这个阶段呢，它会进入所谓就是这个生就是繁殖的阶段，它会数目它会增加，大概1岁开始到青少年的时候啊，就是脂肪细胞在这个阶段是一直在增加，数目是一直在增加。那等到我们大概成年了以后呢，我们的脂肪细胞大概就固定下来了。嗯哼，那脂肪细胞固定了以后，那为什么有的人还是会发胖呢？对，就是因为我们的脂肪细胞，我刚刚讲说哈，这个脂肪细胞很有趣，它大小会变，会像会变大或缩小，变大变小。嗯，对，就当你的脂肪多一点的时候呢，那个脂肪细胞就会变大；是，那脂肪少一点的时候，那脂肪就会缩小。
那脂肪细胞如果缩小了，我们人就变瘦了。变瘦。对。那不过当然还是有一种，就是当你的这个脂肪真的囤积实在太多太多了哈，那这个脂肪细胞没办法了，它最后它还是要分裂了。嗯哼哼。所以真的到非常非常极度肥胖的时候呢，它最后脂肪细胞还是会增加。还是会增加。对对对。哦、哇，那大概是要吸收很多油脂哦。对，大概就是到一定的程度以上了。嗯哼哼，是的。好，所以其实这个脂肪来讲哦，虽然它就是如果太多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发胖，但是也不能完全没有，因为它也是有保护我们的作用，还有提供我们的能量，对哦，这个部分。那么到底这个脂肪哦，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OK， 来，那这个就我可能要用一些幻灯片来跟大家做个解释，大家会比较了解哈。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里面呢，所提供热量呢分成三大类，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所谓的糖类了哈。蛋白质跟脂肪，那我们吃进去吃到肚子里面以后呢，就会在我们小肠，就当然我们就经过我们的肠胃的消化，然后在小肠最主要的部分是在小肠吸收，那在小肠吸收了以后呢，这些营养素呢就会被运送出来哈，那最主要会运送到我们的肝脏，所以我们肝脏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制造脂肪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它会把多余的，就是说你用不到的哈，就你需要用的，当然它就会送到我们用最多的消耗葡萄糖最多的是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肌肉，那它会把这些东西运送出去。是。那如果说已经够了，剩下来的剩的多的怎么办呢？就在我们的肝脏呢，它会把它转换成所谓的这个脂蛋白。就是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和极低密度脂蛋白哈、哦，那脂蛋白可能大家听不太懂，肝脏供的是废油啦。它因为它会把这个脂肪制造出来以后呢，它会经由血液的输送到我们的脂肪组织，然后让这些脂肪哈、哦、囤积起来，对，就是囤积到我们的脂肪细胞里面去。来，我们再看下一张哈。那所以我刚刚就提到，我就说，那所以很有趣，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点搞不太清楚，说奇怪，我拢无食油呢，无食油奈买多好嘞，油是系啊，是胃都来，对、这就是因为哈、哦，即使你完全不吃油，但是你吃很多的糖类， 那糖类呢，它经过刚刚我提到在肝脏里面，那或者是说这个糖到了我们的周边的脂肪组织也好。我们的胰岛素哈，是胰岛素是很重要的哈。胰岛素呢，它会作用让这个葡萄糖呢转换成所谓的三碳糖，那这个三碳糖就会再转换成甘油。那只要再多加上一个脂肪酸，它就会又变成脂肪，就是我刚刚讲的三酸甘油脂，它就会变成脂肪，然后就在脂肪细胞里面储存起来。那所以会变成脂肪的东西不是只有油脂而已。对对对。那像譬如说像蛋白质好了，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我们会先把它分解成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呢，它只要把一个氨基把它消掉，把它去掉，它又会转换成三碳糖。然后这个三碳糖再度再转换成这个我刚刚讲的甘油，再加上一个脂肪酸又变成脂肪，所以基本上不管你吃进去的只要是有热量的东西、都有可能变成脂肪。对对，哇，都最后你用不完的部分了哈，就当我们没有用完的话，是它就会转换成脂肪，然后留在脂肪细胞里面囤积起来。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幻灯片。好，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好，我们摄入的食物的热量，就是这种有热量的食物呢，如果超过我们所要消耗掉的，那我们的脂肪组织就必须要把这些多余的把它储存起来。那反过来讲呢，如果说我们不想要让自己胖的话，要怎么办？很简单，就是我们只要吃进去的热量少于我们所要消耗掉的热量，是那这些脂肪组织里面的这些脂肪哈，它就会所谓燃烧脂肪，就会去用到我们储存的那一些脂肪，对，它就要把这些脂肪再把它转换成能够成为能量的燃烧，能够成为能量。是把它消耗掉，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如果想要减肥的话，就是一定要就是说你吸收的热量一定要少于你所要消耗的，这样才有机会变瘦。对，我们再看一张幻灯片好了。好，我刚刚就跟大家讲的说，
脂肪细胞原则上哦，除非你去做所谓的抽脂手术，是好，否则的话呢，不管你用任何的减肥方法呢，脂肪细胞的数目是不会改变的。哎，那抽脂手术是把脂肪细胞的数目减少呢，还是把它的体积变小？它把数目减少，把数目减少。对对，等一下我再来讲这个。好，我先讲这个幻灯片，就是我们看一下哈。所以你看，当我们变胖的时候，我们的脂肪细胞就会变大。嗯哼，哦，因为里面放的里面储存脂肪变多了嘛。那我刚刚讲说，当它大到一个程度，它就一定要产生分裂，再分裂更多的脂肪细胞，才能够储存更多的脂肪。哦，是。那所以当我们变瘦的时候呢，我们的脂肪细胞是不是会缩小？是。对。那所以呢，为什么有的人会复胖就在这里？因为你的脂肪细胞已经增加了。哦。那当你虽然你瘦下来了，但是你的脂肪细胞还是比一般人多啊，数目还是比较多。对，所以你再复胖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因为你的细胞数目并没有减少嘛。那刚刚主持人就提到说，那抽脂手术跟一般我们的减肥有什么不一样哈？因为大家想说抽脂是怎么做的哈？就是把那个，他就用一根那种真空吸引管哈，然后把一般来讲，我们讲说抽脂大部分，比如说女生大概都是这个肚子嘛哈，是腰围的地方，对，小腹能够小一点，平一点嘛哈，他就从那个小腹那边，那把那个里面那个脂肪把它吸出来，就脂肪组织把它吸出来，或者是如果是你要瘦大腿，是，那就从大腿那个地方，就是把那个皮下脂肪把它吸出来，然后就到时候我们在开刀房看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一桶那个真空吸引的那个管子里面就都是全部都是油，那些东西油，那个黄黄的哈，黄黄的那种这样子。嗯哼，哇，这个是，所以它是让脂肪组织的量减少，对，那所以数目上当然就是脂肪细胞的数目当然就会减少。嗯哼，但是反过来讲，为什么抽脂还是会胖？对啊。因为细胞它会再变大，虽然数量变少了，变少，但是它还会变大。如果你还是吃的热量还是太多，它还是会大起来啊。所以这个肥胖问题就是考虑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细胞变大的问题，一个就是细胞数目变多的问题。对，所以这两个都要去控制，这样没有错，没有错。好，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暂时先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之后呢，还会再继续的来请教我们陈医师有关于这个肥胖的问题。彰化市博元妇产科成立于民国84年，至今服务乡亲11年，拥有良好的医疗环境、专业医疗团队和医疗仪器设备，提供不孕症的各项检查及治疗，是卫生署核准的人工协助生殖技术单位，医院已获卫生署核准成立的试管婴儿单位以及各种不孕症检查仪器试管婴儿研究实验室，帮助了许多不孕症的患者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博恩妇产科蔡宏博医师。博恩妇产科提供全方位的不孕症治疗，包括精液分析、精虫抗体的分析、精液的洗涤、冷冻胚胎、单粒精虫显微注射、胚胎的培养、囊胚及胚胎的培养、无精症的显微手术起经，所有不孕症的治疗，我们都有这项技术来帮你预言指望。博元妇产科不孕症中心有卫生署所规定的各项技术跟仪器，包括精液分析仪器、显微镜、单粒精虫显微注射的高技术、高科技的显微操作仪，以及量身定做的胚胎培养箱，这一些仪器都在卫生署核准的情况下，为各位不孕症的病人服务。对院长蔡峰博医师与副院长陈昭文女医师来说，上门来看诊的病人求子之心，是他们行医做试管婴儿医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来源。他们遇到过很多不孕症夫妇和求子路上非常辛苦的夫妻们，每个求子故事都是支持促使他们行医做研究的最大动力和力量。
是博元妇产科院长蔡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观众朋友，再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跟大家谈的是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副院长陈昭文陈医师。那么陈医师呢，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国肥胖研究学会肥胖科的专科医师哦。那么今天我们特地请到陈医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有关于这个肥胖的问题。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要继续的再来请教陈医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肥胖细胞啊，就是我们人会肥胖是因为这个肥胖细胞的问题。那么也有提到说，其实这个肥胖的问题不是只有在于说这个公斤数的多少哦。那到底这个肥胖是怎么样来定义的呢？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够去定义说是肥胖？当然最我们当然大家想到肥胖还是要想到体重，对，但是跟体重有关呢、啊、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幻灯片好了。好，其实。在之前我们用所谓的理想体重它的公式呢是跟现在的用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以前呢是用我们就以男生的话了哈，男生的话他就是以他的这个身高数，好，譬如说如果这个男生是170公分，那就减掉80乘以0.7，这个就是所谓他的理想体重、okay, 那如果超过10%以上了就超重了超重对、那女生的话就是她的身高减掉70乘以0.6，这个是以前大概差不多十几年前就是 大部分那时候的医生都是用这样子来计算的，是、所以还是以公斤数还是有牵涉到体重的问题，对对对、所以还是说啊，我们还是要量个体重啊什么的那不过我们看下一张哈，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些人你就不能那么单纯的只是用公斤数去看他，是对，譬如说像我们这个所谓的健美小姐跟健美先生哈、你看他们身上的脂肪含量我想是非常非常少的基本上都是肌肉都是肌肉，那重量也都是在那个肌肉上面， 对，因为它重量就来自那些发达的肌肉哈、来，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还当然一般来讲我们评估一个病人的这个肥胖的话呢，虽然还是用体重来讲，但是还是要以一个病人的这个情况来决定，是，我们再看下一张哈。那目前呢我们全世界呢都统一呢用所谓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我们简称叫做 BMI 哈、BMI 呢来做一个评估是不是有肥胖的这个一个标准哈。那这个 BMI 要怎么算呢？它就是用我们的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公尺，好，大家记住是公尺哦，不是公分哦，不要算错了哈。来，我们再看下一张哈。来，所以如果根据2002年卫生署他们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就是我们国人呐、我们中华民国国人的肥胖定义呢，它是定义说，如果你的 BMI 呢在于18.5到24之间呢，这样算正常。也就是说，如果你算出来你的 BMI 已经超过24以上，是24到27之间呢，这称为过重。那如果 BMI 算起来已经超过27了的话呢，我们就称之为肥胖症。但事实上呢，在几年前 WHO 他曾经在新加坡开了一个会，他其实他认为说亚洲人，因为亚洲人比较娇小，是，那肌肉也没有外国人那么发达了哈，所以其实他认为说亚洲人其实应该要有23来做标准，要再低一点，降低一点点，对，就 BMI 大概23以上呢，大概就表示你的体重稍微有一点过重了。那当然这个国内有一些统计就发现说，如果你 BMI 超过27以上呢，85%以上的这些肥胖症的患者都已经出现了有所谓的一些新陈代谢症候群的疾病、就是包括像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病这一类的疾病，会有一些疾病的出现，对对对、那除了体重以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腰围，你的腰围是男生的话呢，如果超过
90公分，女生超过80公分的话呢，就代表说你的腰围是比较粗咯。那腰围粗有什么问题呢？对，腰围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个腰围？因为腰围粗就是代表说你的脂肪组织呢是囤积在这个中央部位，这个叫做中央型的肥胖哈。那这种中央部位的肥胖呢，被认为呢，它跟我们身体呢里面第一个跟胰岛素阻抗性比较有关，就是说会增加周边组织对胰岛素的阻抗性，所以呢比较容易增加糖尿病的危险。那第二个呢，它跟血脂肪会比较高，就是说血脂肪就是刚刚讲会以为它管了哈，我们叫做高血脂症，高血脂症的几率也会比较高。那高血脂症本身就是造成心脏病、中风、高血压这些的所谓的绝对危险因子。也就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所谓的新陈代谢症候群呢，就是包含我刚刚讲这几个问题，包括血糖过高、血压过高、血脂肪过高这些问题在里面。是，所以这个肥胖哦，才会在目前这个医学界来讲，其实也已经都把它视为是一种疾病了。对，没有错。我们就医学的角度来看哈，我们的确把肥胖当作一种疾病。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看哈？我想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观念要改变。其实对一般人来讲哈，大部分的人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其实胖胖的蛮有福气的啊，好，就福太相哈。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哈，我们会回想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譬如说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或者是我们的阿公阿嬷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台湾社会其实是属于比较营养不足，比较属于这种，所以就可能吃不饱那种社会。是，那在那种社会里面，大家很多觉得说，你要吃会饱最好，所以你要较大块吼，那身体较有动头哈，对，比较不会生病啊。是，所以阿公阿嬷看到这些，对，阿公阿嬷都会希望说啊，孙子要吃的这样白白胖胖的才好。但是问题就是说，整个人类的社会一直在往进步的方向走。那对，至少就以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台湾进入到这个中国人历史有史以来最富足的。对啊，现在人大部分人都不用怕说吃不饱，都怕吃太饱。对，就是美食当前，对，选择太多了。对，所以我们就要反过来，就是说变成你要反过来去调整民众的观念，就是说你要把肥胖当作是一种疾病。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幻灯片。好，那我刚刚就特别强调，我说肥胖症呢，它会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在合并所谓的新陈代谢症候群。那什么是新陈代谢症候群呢？第一个，我常跟别人讲说三高哈。第一个，血压高哈，你的收缩压有没有超过140？舒张压有没有超过90？哈。第二个，高血脂。那高血脂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血液中的脂肪。血液中脂肪来讲，就第一个胆固醇嘛，胆固醇，总胆固醇如果超过200。这会有相关呐，第二个，三酸甘油脂哈、超过150，这也太高了，也是会有相关呐、还有这个有一个叫做低密度的脂蛋白，它也是属于脂肪的一种哦。超过150是太高了。是。所以像这种就是它会出现这种会有相关的问题。那会有相关会怎么样？这些在血液里面流通的这些血脂肪，它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这个动脉的阻塞的问题。那大家应该都还知道所谓的心脏的冠状动脉疾病，就狭心症哈，心肌梗塞。那我们的李登辉李总统不是也去放支架吗？对对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有这种心脏病的问题呢？这个就是跟他的会油有关系。对，会油它沉淀在这个血管壁，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个水管好像越来越小条这样子。对，就是造成的问题。那再来，我刚刚第三高就是血糖会高了。血糖高，那血糖高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刚开始的时候，你的空腹血糖可能只有超过115，那但是还不到140，那这个叫做葡萄糖的失耐症，就是说你的身体已经开始没有办法让你的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里面的，它是一个警讯出现，这是初期的一个情况。对，那如果一旦你的空腹血糖已经超过140的话呢，这个就是糖尿病出来了。就血糖，第二就是血糖。那第四，最后我们还要提一个哈，我刚刚讲三高就是血压高、血脂肪高、血糖高嘛哈。是。其实还有一高我没有提到一高，另外一高就是尿酸。尿酸、哦。对啊、尿酸高会怎么样？
痛风，痛风病，对，以前的人都把痛风病叫做富贵病，为什么？因为就是有钱人肥肥胖胖的啊，比较会得到尿酸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肥胖症的患者，他本身体内他的普林会上升，细胞会制造更多的普林，那普林代谢以后就变成尿酸，那尿酸变多了会怎么样呢？它会沉淀在我们的关节囊里面哈，那就会产生痛风这个问题出现。痛风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是，对。那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所以这个四高哈都是跟这个肥胖有关系的，对对对，没有错。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能够把体重减下来的话，好，很多报告都说，你只要体重减下来10%，这四高就会少很多，就会低很多了，是，就会改善很多了。是。那接下来还要再来看说，肥胖对女性健康的影响，肥胖这对女生的影响很大吗？对，其实基本上来讲，我刚刚提到那个就是男女都一样，是，哦，那特别我们要提到就是说特别对女性来讲，可能我们要特别注意说女性的某些女性专属的癌症，它的在肥胖症患者里面的确会比较高子宫内膜癌、乳癌，对，那大肠癌、胆囊癌这几种的，还有卵巢癌哈。至上在肥胖的，对于女性来讲，如果你同时合并肥胖的话，这几种癌症呢，对肥胖对这些几种癌症来讲，都是所谓的危险因子。也就是说，当我们比较胖、肥胖的时候，你会比得到这些癌症的几率比瘦的女性要来得高很多。高一点，对。那当然，除此之外了哈，当然我刚提到的那些问题都还是一样会有。那其实肥胖对人体的健康哈，它最主要的影响，我们大概可以简单把它分成三大部分来看。是，就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重量加在我们身上，就是物理负担的重量加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问题。譬如说我们肥胖的人有时候这个颈部的这个脂肪会比较多哈，它会压迫到我们的气管。那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怎么样？就是会睡到一半，突然间停止呼吸，没喘气，对，暂时停止呼吸，然后就会怎么样？我们血氧就会下降，血氧下降的话，我们人就会醒过来。所以有很多有肥胖患者，他可能会有半夜打鼾的问题啊，睡觉就睡眠品质就不好，他睡得不够沉，睡得不够，等于他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充足的睡眠。是，那结果会变成就是说，他白天呢可能就昏昏欲睡，就会这样子，好像很没有精神。所以那个是因为这个肥胖去压迫到他的气管，对，脂肪压迫的脂肪。对，那还有一种非常非常肥胖的一种极度肥胖的患者呢，他甚至因为这个肚子里的肥油太多了哈，往上压迫到他的这个胸腔，造成他整个胸部的肺活量变少了。那他就会整个造成他整体来讲，他几乎就慢慢慢慢会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那血氧会逐渐的下降，造成所谓的左心的衰竭，就是造成很严重的一些所谓的并发症。是，这个就是我讲说，因为脂肪的量变多了，压迫所引起的。那另外一个跟压迫有关，就是说退化性关节炎。很多肥胖的患者哈，都会有关节退化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身要负载的重量太重了。对对对，特别是哪一个关节最容易得到，就是我们的膝关节。膝关节，因为膝关节它必须要整个支撑你整个身体躯干的一个重量、对，所以膝关节这个地方退化的几率最高。但有的人到后来很严重，就必须要怎么样换关节。这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是，那我刚刚讲说这个是一个部分、关节的部分。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肥胖组织它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内分泌的系统的，就是所谓新陈代谢的问题。包括刚刚我跟大家讲的这个糖尿病，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糖类本身代谢出了问题，还有包括像刚刚提到说脂肪代谢不以为循环，因为你会不停地在运送这些多余的脂肪到你的血液里面去。那再加上因为血脂肪含量过高，又会造成胆囊胆汁的问题，造成胆结石而出现胆囊方面的疾病。那还有提到尿酸，它也是跟新陈代谢有关，所以这个影响范围其实蛮广的。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提到癌症的部分。对，那其实男性肥胖也有癌症的危险。男性肥胖症来讲，它本身前列腺癌的几率也会上升。是，对，就是一些专属男生或者是女生会有的癌症，其实会因为肥胖的问题而这个几率会上升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么多的合并症，所以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不得不把它当作是一个疾病来看待。那我刚刚就一直强调，我说很简单，我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一个高血压的患者，
你可能因为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的患者，你就会乖乖的吃降血压的药，对，然后可能就每天啊，每天自己就拿个血压计来量一下血压，是，或者是说像糖尿病患者，你就会吃降血糖的药，然后每个礼拜可能就要自己就测个血糖，看血糖现在大概多少，是，就是说这些患者本身他可能就所谓的有病逝感，他知道自己的确生病了，有病，然后会去吃药来控制，对，但是相对来讲，肥胖症的患者可能这种病逝感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有遇到有一些患者，他当然他有肥胖的问题，但是他会怎么样呢？我问他，我都不知道，我问他几公斤，体重几公斤，他可能说，哦，好久没有量了，不想量哈，因为啊看着都很灰心，那不要量，不要量，量也没有用，对，那不量的话，结果会怎么样？你忽略这个问题，你的体重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好。是，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哎，这个体重怎么忽然之间就变重了？可是太久没有量的一种感觉啊、哦，所以其实常常去量体重，可能或许也是可以提醒一下自己哦、这个体重是不是在控制范围之内？对对对，那就女孩子来讲，大概就是你穿着裙子啊，穿着裤子啊，你把对就会有感觉，对哦，怎么这条裤子怎么扣不起来了？哎呀，小心啦、是啊是啊，所以这个体重的问题，当然我们是要值得就是说我们大家每天去量去关心，然后做一个控制会比较好的、是啊，好，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先进行到这边，那下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开放我们现场的 call in 电话，观众朋友如果有针对这个肥胖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陈医师的话呢，都可以在下个阶段回来打我们的现场 call in 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26-4613 726-4613，现在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都是每一对不孕症的父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才成功圆梦的结晶，博元妇产科和这些家庭们平常就维持良好的互动，每一年更会贴心地安排他们一起回博元妇产科，一同分享小朋友成长的喜悦。见面的这一刻，看到这些孩子们个个长得聪明、活泼又健康，大家都开心极了。大朋友开心，小朋友更是高兴地上台大秀才艺。博元妇产科是卫生署核准的人工协助生殖技术单位，不断地精进研究技术，提升诊疗设备，提供全方位的不孕症治疗，卓著的成效与多年的经验累积，成功帮助了许多父母渴望拥有孩子的心愿。看着大家甜蜜幸福的笑容，博元妇产科一切的努力总算有了最温暖的回报。彰化市博元妇产科院长蔡峰博医师，副院长陈昭文医师专治不孕症，地址在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92号火车站旁，电话04-7260-678，博元用心使您更安心。欢迎观众朋友再回到祝你好运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跟大家谈的是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么现场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彰化市博元妇产科的副院长陈昭文陈医师。那么陈医师呢，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国肥胖研究学会肥胖科的专科医师哦。那么这个阶段我们会开放我们现场的 call in 电话，观众朋友如果说有针对这个肥胖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陈医师的话呢，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现场
享的 call-in 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726-4613 726-4613。那么在这边哦，要继续的来请教陈医师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这个肥胖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有没有什么原因？那可不可以去做一下控制啊，或者说治疗这样子的方向？我们很简单的来，我用一个幻灯片跟大家介绍好了哈。好，我很简单的把肥胖分成两大类啊。第一类就是我们最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属于第一，就是原发性肥胖。原发性肥胖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于我们第一个，你本身当然要有所谓的肥胖体质啦，就是说，譬如赶快打来弄完那家啊，五郎也多够，五郎不会多够，为什么？这就是属于肥胖体质。体质天生的。对，基本上大部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新陈代谢率绝对有先天上的不同，那所以就会决定我们比较偏向于肥胖，或者是比较偏向于瘦，是，所以有肥胖体质这样的问题。对，对，好，那么其他因素我们待会再来讨论。我们先来接通线上的call-in电话，这是彰化的何小姐。何小姐您好，陈医师好。嘿，您好，你好。我想请问陈医师一下问题，就是有关减肥的问题啊。请问。对啊，就是我现在目前身高是160公分嘛，体重比较重一点，68公斤。现在我是想要减肥，那我想请问一下，我是不是适合吃减肥药来减肥这样子？对不起，何小姐嘛哈，对，请问你现在几岁？我现在目前是24岁。OK， 好，24岁哈，年轻的女性哈。那再来就是说 ，OK， 再来就是说，你身体方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呢？不会呢，都很好啊，都很好啦哈。对啊，对。OK， 好，那我知道了。我今天刚好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道具，就是我们要算一下你的所谓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好，我们来算一下，160公分，然后68公斤，68公斤，好来。160个 ，OK， 好，我这样子算出来的话，你的身体质量指数是在27哈，那27，27了，对，27的话，的确是已经快要接近这个肥胖症的这个，等于是到肥胖症的这个标准里面了哈。那所以如果啦哈，一般来讲，如果说BMI 如果超过27，就是到27大于等于27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当然选择使用减肥药物的话，是的确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法。速度会不会比较快一点？对对对，对于有些，就说一般来讲说，对我们就是当我们想要减肥的时候哈，说当然基本上来讲，当然我们还是简单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说饮食上的控制哈，然后运动哈，增加你能量的这个消耗。好，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所谓的行为的调整。所谓行为调整就是说，可能譬如说你平常如果你都是习惯坐电梯的，你可能要现在我会鼓励你改成爬楼梯。那平常如果说你比较习惯就是说出门啊，大部分都是开车啦或者骑 autobike 啦，那我可能鼓励你每天呢最好能够出去散步30分钟，来增加这身体的，增加这种所谓日常生理的这个活动量，是来增加热量的消耗。那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说我们要选择减肥药的话，目前台湾真正合法的减肥药其实只有两种，一种就是诺美婷，诺美婷它是一种所谓的食欲抑制剂，就是说，我们吃了诺美婷以后呢，会让我们变得比较不想吃饭，或者是说，你吃饭了以后，你会比较早，你就会觉得有饱足感出现，所以可能你的食量会减少到以前的一半而已。那当然这样的方法呢，当然就可以让我们，因为热量减少了嘛当然就很自然的你的体重就会慢慢下来。诺美婷是可以考虑的一种药物。那第二种药物叫做罗氏鲜罗氏鲜是作用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它可以减少我们食物里面的 30% 的脂肪的吸收。所以如果你吃的东西是比较倾向于这种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的话呢，使用罗氏鲜呢，它的确也可以减少这种热量的吸收。好，那这两种药，当然我都会建议你，就是说你可以跟医师做一个讨论，然后看你觉得你哪一种药呢，对你来讲你会觉得你比较能够接受，然后呢可以尝试看看。那一般来讲，我会建议病人就是说，如果你要使用减肥药的话呢，我通常建议病人大概是以1个月到3个月做一个疗程，也不要吃太久哦。对，那再来就是说，在通常你最好减重的速度1个月呢，大概是2公斤到4公斤，就是平均一个礼拜大概减0.5到1公斤，这样是一个最理想的体重。所以如果是何小姐，如果我想，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到门诊
去跟医师先做一个这方面的咨询，然后你再进一步了解这个药物的一些情况还有副作用哈，然后你再选择你比较想用的药物。嗯哼，是的。好，何小姐还有其他问题吗？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啊，我现在如果说想要吃罗氏鲜这种药物的话，那请问一下，博元妇产科有这种药物可以，就是说去门诊，然后跟陈医师这样。OK， 好，如果你来我的门诊，当然我还是会先跟你做咨询呐，哈，到时候我再帮你，就在我在我会跟你讨论说用什么样的药物呢会比较适合。好，谢谢你，好，谢谢何小姐，谢谢你。好，那么继续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刚刚探讨的是这个肥胖的原因。那刚刚有讲了哦，第一个是先天的因素，就是说体质的问题。那还有其他的因素吗？对，那除了这个体质的问题以外，当然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环境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环境的影响哦。如果今天你是处于一个就是说你随手都可以拿得到很多高热量食物，比如说家里面永远都有放一罐那个芝多斯啦，还是放一罐那个洋芋片的哈、像这种情况下，当然你要不胖也很难，说实在的。是。那所以有很多的行为模式可能会跟着，也需要做一个调整。要改变一下。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通常必须要把第二类，就是我讲的所谓的次发性肥胖啊，就是说它是因为你身体有一些疾病所造成的肥胖。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治疗肥胖症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事先排除。就是说当你有你是也许你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是因为甲状腺机能过低所产生的肥胖，像这种患者来讲，对他们来讲可能你不是要帮他减肥，而是要治疗他这个甲状腺功能过低的这个问题。好，那譬如说还有就是譬如说像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患者，他们通常都会合并有大概有 50% 的机会会合并肥胖症。那像这种病人你就必须要先改变他体内的，先从他那个疾病开始治疗。对对对对、我们就必须要是先去处理他的这个疾病的部分，然后再同时来看如何能够改善他的体重的问题。是，所以有这两方面的因素，那看其实就是说患者其实还是必须要到门诊哦，去请教医师，看自己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原因所造成的肥胖，然后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减肥的方式。对对对，没有错。是，那么在这边呢，最后来请教陈医师哦，在我们要这个减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到底我们要怎么掌握呢？其实这个原则非常的简单哈、这就所谓的能量不灭定律哈。我想我来用一张简单的幻灯片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好了哈。所以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我就说脂肪是怎么样堆积的，当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摄取的热量超过你所要消耗掉的热量，那这些多余的热量就会囤积在我们的脂肪，所以你只要把这个过程把它反过来的话，倒转过来哈，是倒转过来的话呢，我们很自然的，你就是当你吃进去的热量少于你所消耗的热量的话，那自然我们的体内的脂肪就会燃烧来弥补这个不够的部分。所以在饮食控制上来讲哈，我简单讲，譬如说，比如说像我们以一个女孩子来说，如果一个女孩子她本身假如说她是属于在办公室工作的，就是比较不需要耗费劳力的话呢，那她每天所消耗的热量呢，可能如果说譬如说一个女孩子她如果理想体重是50公斤，那她是属于那种所谓的这个办公室，就是所谓轻工作者 OL 这种，哎对 OL 那种的，那她每天所消耗的热量，我们通常是以理想体重50公斤乘以25大卡，好，所以这样算起来，他一天只需要1250卡。那如果说这个 OL 呢，他每天下午都很喜欢吃一块 cheese 蛋糕，配个喝个咖啡，配个下午茶，那我想这不胖是很难的。对，所以反过来讲，如果像这样一个 OL， 他如果想要减重的话，所以他就必须要把他每天摄入的热量呢，必须要控制在1200卡以下。对，那他如果说，比如说他如果说好，我每天需要耗费掉1250大卡，那我如果把我的摄取热量把它减少到1000卡，那他每天就会我们讲的负250卡嘛。那负250卡的话呢，一个月下来呢，大概可以减1公斤。哇，所以还不错，还不错。所以这个要控制体重的话呢，最重要就是要从我们的饮食去着手。对对对，就大家必须要去了解，就是所谓的食物的热量，热量对、热量的来源，还有热量的计算。
那还有说你本身大概需要多少的热量，你必须要对这个方面做一个了解。是的，好，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陈医师谈到这边。那么非常感谢陈医师，谢谢您。谢谢你。是，那在这边呢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祝你好运的节目，我们再会。脂肪组织对人体有其重要的功能。第一，它是很好的能量储藏库，因为每一公克的脂肪可以制造九大卡的热量。第二，它作为皮下脂肪的，它是一个很好的绝缘体，它可以保护我们的体温，避免我们的体温流失。三，它可以减少脏器与脏器之间的摩擦，所以它有吸收这个冲撞力量的作用。所以脂肪组织对人类对人体来讲并不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脂肪组织过多的时候，它就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危害。医疗新知，减胎手术可用氯化钾或羊水注射到胎儿体内血管或心脏，达到减胎的问题，达到减胎的目的。